今天要介绍的是57号秘密基地，它位于太平老街的后方，那也就是你看到太平老街的时候，直接走162甲线，在13公里处呢，你就可以看到，那它其实距离太平老街跟太平营地呢。都非常近，尤其在太平老街，它有一条小巷子，下去以后呢，就可以抵达，距离算是蛮近的。那还有一个就是太平营梯，这是我们所最在意的，一个景点。那从这边到太平营梯的入口呢，约略只有700公尺，也不到1公里的距离。那对于要散步啊，或者是走步道的人呢，这次还蛮不错的。那它的上方呢，就是孝子步道，也是值得大家去走走玩玩的。那我原本的规划，这一次呢，我是希望大家能做一个类似3天2夜的行程，在这边算是。行程会还蛮紧凑的。好了，你现在看到了，这个就是57秘密基地啊，然后你左转进来以后呢，就可以找到营地。这边有一个很明显的车床天地的旗帜，就从这个路口呢，转进去。OK，您30公尺以后呢，就可以到了我们的。秘密基地，这一个营区呢，刚好就在太平老街的后方。那它的正前方这一个宫庙，忘掉它的名字啊，这个也是一个景点。大家如果第二天到太平营梯走的时候呢，是可以安排一个行程走老街。啊，顺便去拜访一下这个公庙呢，祈求一个平安吧。那这边呢有很多小路，那我不建议走这一条，其他还有另外一条小路也还蛮不错的，一走就可以进那个太平老街。那这边呢就是它的营地，那它的营地呢，它本身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色，对于车床族来讲，最喜欢的。蚁盆，它这边是前区呢，都是一个蚁盆区。那对一般的车床来讲，可能就蛮喜欢的。那这边它本身是一个新建的一个车床天地的一个所谓的站点，所以它所有设施都是一个全新的。那它的车位并不多，差不多将近30个车位，那感觉上还蛮宽敞的。那因为营主也有经营民宿的部分，那我这边就不再拍民宿的部分。那最少他在平日的时候，他是可以像这样搭一个车后帐，车尾帐，那我觉得还蛮不错的。那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他的一个设施，他的设施其实很简单，这是应该是洗菜台或者洗碗槽，反正 anyway 就是它的一个洗碗槽。那这边呢，它的卫浴呢，有三种，有3个。那厕所跟淋浴呢是一个分开的，然后完全是以一个蹲式的一个浴室马桶为主，感觉上。它这样在整理上面也是比较简单，而且比较干净吧。那这边是淋浴间，那淋浴间虽然不是很豪华，但是我觉得还 OK 啦，因为它本身等一下我可以跟你介绍一下，因为它的莲蓬头本身呢，它这个才是我们讲的是。有所谓的恒温的水龙头，其实这是蛮正点的。那这个也是蛮奢侈的。
那这边还要跟大家介绍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淋浴间。正常我们淋浴呢，它是公共的所谓加热岩。那银主呢，对于这方面倒是下了血本，三个淋浴间，它有三个热水器，所以可以保证大家洗澡的时候呢，真的可以达到恒温的效果。这是这个银主呢比较贴心的一个服务，要不然以前我的在营地里面，车泊的营地里面，常会面临到一个两三个人一起洗澡的时候，就会发现哇嘿，水不热了。OK，那这个是它整个营地的一个介绍。那最主要是它有完整的椅坯，那这个对我们车友来讲呢，应该算是比较大的一个福音，我也是觉得比较好的一个东西。那它这边有经营民宿，如果你想要住民宿也是可以的，那价格可以跟老板稍微商量一下咯。好了，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个五七秘密基地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。